丢丢丢丢丢，丢丢丢丢丢丢，哈哈哈！我刚刚躲起来了，没办法。OK， 黑铁，黑铁，然后两个青铜，对面是什么？两个青铜，一个黑铁。OK， 看我的。主要是上一局没吵架，你怎么他们？我们还能把游戏进行下去。框是吧？对。这女枪是什么？女枪这个是什么？黑铁白银吗？黑铁，烧制黑铁，黑铁，对。哦，啊，上面色蹄和那个色蹄和弹人是那个。我们已经一半了，我们有两个有皮肤的，对面没有皮肤。Go！ 跳过去。有了，有了。继续，继续。黑铁一级残。你继续啊，我还十秒，但是我还十秒。看南疆吧，准备。走，来来，去看南疆。有勾，勾勾后面吧，勾到来来就打一些。我帮你勾一下剑气，不让他过来。操！完了，炸了，完了。完了，完了！我只感觉我们少人啊，我们是少人，是少，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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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别担心，这把赢了。海克巴在打吗？对对对，他们这个局要打五分钟，我看过那个抖音的，要打五分钟，要打五个来回，要打五个来回，继续弄继续弄，那就哥巴弄。那就哥巴来弄。A 下把嘴死两次了，爷爷爷爷爷爷，哎，他还帮我打野怪，这大嘴我帮你看，我帮你看，我帮你 OKOKOK、okay, okay, okay, okay. 那他们能躲我鸽子的，一打二这么傻子、啊、又死了呀，这大嘴这下路没意思了，下路没意思了，赢了呀，这局随便赢啊，你弄他，用他打我问号吗，傻子吗，他给我打个问号，说是哎炸不死我，去你妈，这都死掉了，在这里，刚打完，好勾，他还要排眼，说是他排我的真眼，我没想到呀。呜、哦，刘志豪，啊哈，融化吗？什么装备啊？我是星石，对，很夸张，说怎么说？哇，你现在哇，不是这艾希为什么 A 老子这么痛啊，哎，双线能去啊，打不了了就走，可以闪，是勾吧，我来了我来了，哇哇，这个局你不疯狂交流，我操，这很难赢吧？对啊，原来他把鱼丢我身上了。先走一下，先走一下，先走一下，我没人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这男枪为什么等级能跟得上我 ？Fight吗 ？Fight 吗 ？Fight，Fight，Fight， 随便 Fight。哎，他们。你别去，别去找他。啊！那我吃走。他几个人逃？三个人逃。要乱起来，要乱起来，要乱起来！现在。四秒。啊！我操！我勾了他个下面，他人晕掉了。我操！我们人头怎么领先？突然领先这么多了？是不是有句话打回来了？
他也一直在杀呀，他一直在杀，肯定啊。OK， 你看这剑姬没心态了，直接来。A 他呀，这女枪干嘛呢？留下。不笑，不笑。哇，他血脆，这都不死，杀他已经没钱了，一百四。勾。不用勾吧，反正直接追上去了。大队就疯掉了。我引路。啊，这妃子把E用了吗？干嘛？杀他！这沉默了他，他玩什么呢？想笑。啊啊啊！过来过来，我摸你。过来过来过来，哇，葫芦娃操作操作，来来过来过来操作，哎，我操，哇，嘿嘿嘿嘿，葫芦娃救爷爷，我操，兄弟吓老子一跳，是我机器人也赖他们，对。他走位的，不能搞搞机器人路，啊，太赖了。爱心没大，上面爱心没闪，爱心没闪。哎，那龙被抢了，我操！功夫做的。来来来，看钓鱼，钓鱼啊！跟谁俩呢？没闪。哈哈哈！哎呀！哎！哎！操！哎，这个怎么死的？哈哈哈！爱心没闪，勾勾勾勾勾，他没闪，他没闪，我能干，我能干。哦，哇，巨爽！这样子杀起来巨爽。让你来开直播的还是来听？我、哦、我在。我在，我在。你哥把我往我这儿跑，老子救你！漂亮，好哥，学霸克里斯，这局没见魔，你看呀，这瞎子，瞎呀，这局没见魔，说话，谁说的话？原来问你说的话，你看到你没开那个队友打字吗？我没开，我没开，看到了吗？他说什么？说什么？先打两个字，瞎子。然后过了一会儿，黄金吗？哎呀，我瞎子黄金，你是黄金高手。反赛季黄金，掉。哎，没办法。你的水平在他眼里只是个黄金。哎，是不是在他的感觉里面就是那种黄金分已经很厉害很高的那种，就他很厉害的那种已经是。对。哦，就等于说他觉得我是黄金就已经认可我了。意思就是就对对对，他已经很高评价的那种，你知道吗？是很高评价。握着大嘴。
帅是吧？哎我操！哎，一打我也是。一百块了，杀他已经一百四都没有了，一百块。我的发！关键我刷的是他的野，他没野刷了，然后他等级和我一样。着了，再给他踢死了。我就只配是黄金吗？意思就是。对。谁够大会想？我有道理，不是？等会儿，迪贝姐，你觉得我能打到什么分段？哎，可以。老子具有道理，兄弟。因为这个分段大家都不动声挂机。哎，怎么说？肯卓帮我唱一下双簧，他们不理我。怎么说？肯卓唱一下双簧，你说差不多白金吧？不是，你看我的。哦，哎，你再帮我问一句，雨枪你觉得呢？我跟你说，绝对要唱双簧，把这个女腔唱出来，不然她一辈子不会理我们两个。啊！要说你们说相声，这都说相声吗？他觉得你们在做梦，能打到白金，你们在做梦。哎，往哪儿勾呢，猪？他不 Q 我，判他 Q 的位置，去加个好友，双排，你跟他说你上出去双排，我上了，我受不了了。往哪儿上呢？我打你老杨温兄弟，给我踢过去，一个人不勾勾勾勾的都打不到。要操作的，主要是这个分段应该是要有一点点运气，需要有一点点运气。就这把运气好，万豪会玩，机器人也会玩。对，要有点运气。他喜欢走位。有走什么呢？哎，应该是别走了。你录着，来，你录。你插什么眼呢？勾一个，怎么说？肯卓往前走。怎么你来挡枪的是吧？哎，多帮别人给别人带走。哇帅，阿 Q， 好勾，把万豪害死了。